三百块现在没带，三百块。好，这样好笑。对啊，便宜。我不老师，我不是老师。拜了啦，皮球。买了100块，你三件一百。我来。三件一百我只是。你三件一百叫你哭着。我只是宅男而已哦，我不是老师。哎，刚回家睡我啦。我先讲，我肉鱼的肉鱼要卖尔，最后一箱无啊哦。白讲对啦，无包冰的，无包冰的正船上急速冷冻的，你人讲转冻的。来来来，这我跟你讲啊，你外口你的鱼鸡大哦，用盐水、咸水，佮佮你拿来，就变咸头来啊。今天我在开玩笑。来，先给一箱的举手。无啊，无人举手，举手来，来个关会。一人三四五六十个，一人两尾，一人四只，我来讲这啦，叫伊家打拿来买现捞，一尾偌济，一尾50块，你无得买啊？一人四只，一人六只来，六只哦，六只哦，这六只来。老司机，不是，我不讲那个哦。红色最大只的叫做安徽的，那一只是安徽的，今天只有一只。然后旁边有英哥。来啦，你来试啊，试下来。你六只来了，八只来，八只。这卖十，无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人计无啊。对啊，卖开300，家讲我你也发落啊，一卖50块你无得买，卖开300，你啊讲。100块来，高冷锅，弄好吧。靠呀，你贵了。弄过来。爹，干妈。不要给你好吗？来我的。来我的频道骂我啊！去我那边留言骂我没关系。去我那边留言骂我没关系。快点。哦，这里的出来点哦。你找我的，你想给钱嘞？干杯了。那口够啊！那口够去啊！高峰点着，一斤就一斤开800，你干杯一斤开800。哎呀，我问一届啊，这大粒的，你来看卖，这条退兵的感觉，这不是组合杯哦，这是完全拢无加工的山地乌起来就是水来啊！知道啊？一斤偌济？一斤800，一个一公斤哦，一公斤的，咱做一口好1000啊！啊，八一口来500了。啊，谢谢。来，我这头家买500，安尼好啦。我500块啦，家讲你1块啊，1000块无得买，买一个唔免1500了啦，500块。青鱼片还没，知道吗？500块。啊？我加。400了。2块还400。来，头号粉丝哎。哎呀，手机来，还要我。你几口赚两百块？你无得买，两块还400。谢谢。两块，这两块。
你要四，你要四百。哎，我今日今日去买二十件。你啊，哈哈哈哈，这样买？四百，我买啊。加啦，加到我妈啦！你跟，你怎么不？哈哈哈哈。我刚，我刚开。哎，你是不需要多个，你收钱啊？对对。该收钱，这个钱。好。我刚开钱。哎，最好减下四百。花枝虾排，花枝虾排，花枝虾排啊！啊，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哎，一克尔，哎，是克一千的嘛？你克一千吗？对不？哎，一千，这算数嘛？对不？看卖，比你较好啦。这花枝虾排啊，这你有好你还不钱啊？我好，我跟你讲，即马过来啊，我好，人你钱一叠钱下，一叠钱下二十，你一块内底二十，一块内底十叠，一块十叠啦，一叠二十块，一块我好你买了就一块上盖我开了的，上盖我开两百块，一块我好你还不钱，一块我开两百，水果话你来看的，来。我问一下啊，一克啦，卖我这一箱二十克啊，你卖分啊？一克十袋，还一克十袋啊？卖我好一克来就卖两百，我开两百减百五，二十个人变成一箱了无啊？一克来才十袋哦，这两百百五了，一百了，100块，100块，花枝虾排100块，花枝虾排100块，一百了，100块买。哎呀，啊，无安尼食袂了个啦，食袂了无安尼，卖300块，你3块个300，你3块个300，30条，一个个个啦，都一个个个上个300块，300块300，头前个，这一袋全部10块，你先来300块，1块2块300，介小济，3块300块一袋10块，你无得买啊，一个个个上个，300了，300块，我只想买先来300块。300块，你是无爱食飞机哦啦？哎呀，食飞机有人买100块了，人买100块卖啦，百块钱300，100块了啦，100块啦，系啦，啊，真两个100块，真两个100块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这个钱啦，这个钱。
龙哥，这个小孩爱吃哦，你有买多对？因为客人就是骑摩托车进来啊，骑摩托车进来就会停在后面啊，啊，因为后面有一条路啊。我有去跟大家讲哦，尽量不要停在后面，因为在往后的地方有一个停车场，有一个停车场。在打口罩。龙哥好吃吗？那个好吃吗？好用你问他爸呀，哎，好用你问他爸呀，问他爸盖不好用盖。鲑鱼哦。对啊。哦。啊，你完了我鱼，我再出去。再走了。那个好吃哦，那个最近在出，最近在出货。你鲑鱼现在鲑大条，鲑大条哦，这海鲜我们吃刺鲑的。不用去，现在过来应该还有货，有啊，现在过来还有。一条三百了，一条三百，鲑鱼啊，一条三百两条。没那么快结束了。来两百，爱吃我爱吃贵的，贵一千块，一千块了，先来讲一千块，买一条啊。他不太喜欢用喇叭。哦，和美厂老师傅有去哦，他要帮老爸帮忙一下，帮他冲场子，冲一下场。我爸这一片大概接近一斤，来这边个接的，还有十一片这样子的便装，五百一片，一片大概500多克。好啦，不要来，来五百，这几年就五百块不要吃，头前啊，五百，等我一下哦，过啊，我会看一下，如果差不多，我会帮你留一份。你大概什么时候到？过人家睡觉倒霉，我买三叠，四叠来五百了，半小时到。因为现场有人拿钱的，要先给别人哦。三叠，过啊，四叠来五百，现场人拿钱一定要先让他们买到。我都老人困吧。有人带一个搞，各一份鲑鱼，各一份，五百的两份，有人要搞啊，等下要搞十分钟好搞啊。拢唔少啊，拢有啊，这个钱，真够人。
现场先给别人。八七，过来。如果没有就没有了。过过人来不？鲑鱼。人家啊。来，点人来。过带过了，叫一对来，要过。好。过第一过百来。无啊，现在好人来哦，你三百三百了，三百我也无啊。来，五宝，来，人家拿走吗？无啊，不好意思，人家先拿走。你过完了，不好意思，盖不好意思，盖盖。我不要那么多，他骗我太多了。你听我讲，这无同款的，你也看这箱子都无同啊，这鸡都水的，你真正鸡都水的，这价钱要悬，价钱要悬啊。搞车的，拢搞车的，老来，对啊，不一样，无同款。你看迄边包较厚，你来看卖这边个包较细，油花这油花拢够清楚的。红条用真的也很好吃。但是我搁问者，红条很好吃啊，没错啊。你个你个，你个无包边，我问者，这我用着五百块钱的鲑鱼，有人来无？一张三十四块，你五条五百块，五百鲑鱼够人五百块，要吗？要啊，要安尼无得。你五地五包个人来，我来谢谢，来我来收来，你走先走先。对。咸鱼啊，我来咸鱼啊，真好啊。啊。咸鱼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对酱。你有栽配五栽配六尾什么鲑鱼哦？大叔点招。哦，咸鱼片，咸鱼片。礼拜三应该算比较少人了哦，如果礼拜六的话更夸张，今天算比较好，比较少了。如果是礼拜六的话，有点会，有可能更难买，不然就礼拜五你是第五市场，但是第五市场好像也不好买，旁边位置比较小。都先开过去了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一斤两三四只在过江，过下来。Hello， 各位，帮我按到五百个赞，快点，五百个，谢谢。哎，无啊，是不要无啊，无啊无啊。这几个都好啦。有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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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啦。哎，无啊无啊，今天三百只，一百块咯，三只一百块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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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谁拿走了？因为要钱要把它租出去。出贵啊！快快的，钱要租过去啊！要第一时间。为了杀招，好，为了杀招。好。没有零钱吗？我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们有一把，人家大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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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？预备，求你爸爸呢哦。他说多少？三十。少二十。来了，没有看到你拍谁？我带报名了，你哎，慢生气，慢生气，你忙生气，来接。少二十，少二十。你生气，我嘛生气。啊，你艰苦嘛，艰苦，你老婆说我嘛做艰苦的嘿。少二十，少二十。
个人骑五百会走的无？拢有啊，你较紧点点。讲几百出声，来，谢谢你。去夹来。刘耀龙，你好。我不倒了，我倒，还买五百，留来五百块。各位，来，帅爷，这雪云头到了最后一千五，给再杀出来。